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奎哥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 Scorpio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你们看这个地方又是 Hypixel。我们在上一部跟 Fast Guy Dragon 玩战桥的影片里面有提到说，下一次要跟 Scorpio 来单挑战桥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来兑现承诺了。很紧张哎。Scorpio 绝对不会输我的。这次呢，我的战术要有点小小的修改，就是我之前一直拿稿子，然后呢，他们都建议我说要拿方块垫会比较厉害，然后我就真的试了一下，发现方块真的比稿子好用啊，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会用方块来试试看，可不可以把它赢过去吧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哎，为什么我一进来是掉下去的？没事，先用方块呢。我们方块的战术是这样，狂叠就是狂叠，一直按右键，一直按右键，就比速度，一开始就比速度，可能是他比我快，对，像这样他可能会比我快，然后后面加一些小小的打击，然后他对我射箭，对，就我把我自己堵住了，对，可能这样，然后他也会掉下去。然后就趁这个时候冲！哎、欸，我自断我的后路了。我刚不小心自断后路。奎哥。哎，为什么？到底哎、欸？好，不能再自断后路。哇、哦！方块击退。对了，关于回溯的技巧，我们两个应该都有掌握到。哎、欸，换剑。可以，当然是可以切的，绝对不是纯用方块。你必要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切其他的东西耶。像这样，哎 B， 为什么？等，这不太对啊，这不太对啊，我不掉下去了。谢谢奎哥。这不太对啊，我怎么似曾相似的感觉出来了？我记得 Fast Guy Dragon 有做过一样的事情。没事没事。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行，成功，回溯成功。哎呦，不，回溯对。对，我掌握到回溯技巧了，但是我现在是不能说，因为是 Fast Guy Jack 跟我说的。其实你只要多玩这个游戏，你就会发现要怎么回溯了。但是你要赢这场啦。我先哦。快到了。好，没问题。来。欸，我自断后路了。好，没事。三比三。紧张的时刻。哇，不行，可能是他比较快。哎、欸，要逆转了呢。还行。不好想哦。是我不拿方块，因为也没可以垫的。快！啊！哇！这是转啊！对啊，用方块会比用稿子还简单多。我等下还是跟你比一场用稿子的，我也会尽全力。哦，这场我用稿子，对。你用稿子？对，这场我拿稿子试试看，因为我拿稿子就不会那么强。是你使用不妥。冲过来，有机会。可以，还行。一开始不用稿子，因为它高低落差也不大。啊，这边就有点大了。哎，不行，这个就给他过去了，就是没办法把他打下去的话，他就会直接冲过去，因为他用方块。这个回溯好像不太好哦。不对啊，有机会，赞，哇！还用稿子技巧就要讲究一下了，就这样，基本上，回不去。可以，还行。
被困住。还行啊，哎、欸，这，对啊，我刚刚一度想要用剑打，结果我发现我还是输了。敢拿剑啊？哦哦，剑到我剑到。机会，机会，机会！还没 ，yes， 有机会，拿稿子。哇，啊，我刚刚有测试到，但是速度还是有点慢。哦，还行，还行，冲过去，冲过去！啊，不会下去了，不会下去了。哎，我头上有电一个，我是勇士号哎。哦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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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去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一直回错哎、欸，小心！我直接在上面一直回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要小心被方块卡住，这样会很致命。啊！哎、欸，拿剑，拿剑！哦哦，哇！真的？啊！但是没没有没有没有。我觉得 Scorpio 有点放学型，他平常没有那么没有认真吗？好，没问题，我再打一场。这次呢，我拿我等一下，我拿金苹果。必要的时候我会拿稿子之类的，但是我先拿金苹果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金苹果好有用哦。嗨。射箭，不知道是不是有 bug， 你隔空叠啊？哎、欸哦，我截个图，我截个图。怎么说？哇、wow、哦！好了，各位观众，因为刚刚有一个 bug 发生了，就是他凭空升方块，然后是我这个颜色的，我也没用任何外挂软体之类的，我就拿着金苹果而已。所以我们要 rematch 一次。确定吗？真的啦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怎么掉下去了？真奇怪。不过我们金苹果打还蛮顺利的啊。哎、欸，以后都拿金苹果啊？不要，不行，不行，这只是一个特殊时候的战术。哎哎哎哎，不行，我还是一度想要拿铁剑打你，因为你已经快要冲进去了。嗯，我拿金苹果。Scorpio 应该可以赢。过去吗？过去吗？行，他应该比我快。过来 ，Go！ 他射到我，然后上来，上来，打打打！哎、欸，怎么回事？哎、欸，我都见到了。什么要回错呢？哎、欸，这边超难跳的，凹洞超多啊！有机会，剑、yeah 欸，我都见到了，什么？来，想知道为什么的话，你等录完影来我的 YouTube 看一下啊。不对，不对，想彻底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我只能拿金苹果，我是要彻底一下。他表演一次彻底。OK， 现在哎、欸，这个太高了，这个我被迫了。嗯、五，为什么？你走上面就被我打下去了。对，这个地方也太高了，这个我非得要方块，不然我过不去。有些太高的地方，我就一定要拿方块出来，不然的话我过不去。哎、欸，嗯、啊，哦。还是可以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啊，3-3，现在持平，看谁可以先拿到那两分。一定是你、啊，不是，我站不住我。哎哎，王嘉一，谢谢。你才刚说完，你
才刚说完，帮你助攻一下。黑发一定中吧？啊哈！完了完了！哎，在那后面。有救有救！哎，不行！我准备跳下去。激烈的碰撞，来，激烈的对决，不能失误，失误了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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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公司猥琐，为什么没下去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送我幸运吧。哎、欸，有机会，就看这个，就看这个了。啊！为什么？每次都是要掉下去的时候，你就给我结束。哦，赞赞，太棒了！我终于说你很强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去看 Fast Sky Dragon，、Fast Sky Dragon 真的实力比我厉害太多了，而且你也不赖啊，你只是刚好被我打中了。嗯、哦，我在这，我在这。哎、欸、啊，为什么旁边的人长跟你的那么像？你看这个人，还说这个是。对，哎、欸，他长跟你好像哦，他长得跟 Scorpio 好像哦，还是太酷了吧？还是，啊哈哈，双胞胎，双胞胎，双胞胎，像的，像的，酷哎、欸！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么，如果想要看我跟 Scorpio 再继续打其他的游戏的话，就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哦。然后呢，如果想看 Scorpio 和 Fast Sky Dragon 决斗的话呢，那我可能会请 Fast Sky Dragon 帮忙录影一下，然后放到他的 YouTube 上。Fast Sky Dragon YouTube 快开通了哦，大概是几天之后就有了。那么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别忘记开启小铃铛，获取第一线的影片消息哦。哦 ，Scorpio， 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呢？哥好强哦！好、哦、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他跟他的双胞胎的玩得很开心的。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。